这是重力化石，不能拆。嗯。哦，那从外边走。这就是机器弄的。哦，机器弄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婷婷。今天早上很早做了一个蛋糕，做了一个可小的蛋糕，6寸的。今天呢，正好是我妈的生日，然后又加上我跟蛋蛋，我们俩人就是结婚4年的日子。原来就不打算做的，然后就想了想，就是正好都对一块了，然后呢就做了一个。蛋糕除了我和婷婷我们俩生日不做之外，不买之外，父母乐乐过生日都会给他们做蛋糕，要么买蛋糕。我上次你过生日的都没有做，什么也没买也没做。咱们俩接待的人。对，乐乐呢也想吃了，然后就是做了一个小的，现在把这个夹心做一下，放点水果。嗯，买了个芒果、青提、樱桃和蓝莓。今天做一个特别简单的，就是裸蛋糕。就是用很少很少的奶油就行了，不用全抹。以后咱们就可以做这种比较简单一点。我们家的好多人生日都已经过完了，大部分生日前半年的，婆婆也过完了，妹妹、蛋蛋、乐乐，然后今天我妈过生日。今天我和乐乐回来了，蛋蛋有事儿又出去忙了。上次婆婆妈过生的时候，就是蛋蛋有事呢就出去忙了，我呢和乐乐和婆婆妈一起出去吃的火锅，这次呢也是一样，剩我们一家四口了。然后呢，蛋蛋也是给我发了一个红包，说呢让我带着父母一起呢出去吃一顿饭，因为像父母这个年龄段，他们呢就是有点舍不得，平时呢也比较节俭，我们呢也就趁这个日子，然后呢带着父母出去吃一顿饭。吃不吃？吃蛋糕了。我想吃一圈这个，又是这个。啊，又是背心儿。怎么了？小胳膊。没有胳膊袖。没有胳膊袖。我不喜欢这个。今天带了那个盘子，但是呢，落车上了。你给我唱首歌。给奶奶唱歌。嘚唱了，生日快乐，嘚唱了。唱首歌，叫你吃的大就行。你想想。累就是英语的，累个中文的耶。祝你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真好，吃吧，吃。看看乐乐小汗毛。妈妈，我觉得坏了。下了一场雨，能种花生啦。把那个坏的捡出来了。昨天下了一场雨。那雨下的还挺大的，今天呢有伤了，赶紧的去把花生种一下，现在种的都已经不早了。
个连吃他还认识。嗯，